奖励彰化县国中优秀毕业生，肯定学生多元表现。县政府八日表扬104学年度公私立国中荣获县长奖得主共749位，肯定学生积极进取的精神，鼓励学生敦品力学，培养健全人格。彰化县政府对在座的各位都予以重视，因为各位都是我们彰化县未来的希望，彰化县未来的一个精英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奖项，也希望我们同学能够展翅高飞，鹏程万里，大展长才，能够一直一路都表现维持优异的表现。相信不仅是我们彰化县的精英，也是我们全国的精英。其实拿到县长奖最重要的是给我们一个肯定，然后可以就是让我们之后可以更认真。拿到县长奖其实算是一种就是给我们算肯定吧，然后就是期望就是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都可以迎刃而解这样子。我们颁奖的对象总共有749位，包含学习优质或者是记忆优良、体育绩优等等。那县长为了鼓励孩子，他还亲授每个小朋友一张这个一卡通储值卡，里面每个小孩子都有350块的奖学金在里面，鼓励他们悠游四海畅行无阻，一路顺风展翅高飞非常恭喜他们。教育力就是竞争力，魏县长希望借由多元奖项及公开表扬的颁奖仪式，来强化学生的多元能力，肯定学生多元表现，期望所有的毕业生都能累积生命丰沛能量，适性扬才，成为最具竞争力的优秀栋梁。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道。